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怎样的影响。过了四周多，约翰才恢复了部分行动和语言能力。嗨，约翰，欢迎回到2003年。先生，听到现在是2003年，吓了我一大跳。我说那感恩节、圣诞节和新年都发生了什么？他回答说：“亲爱的，你一直在睡。”哟哎，那个阿拉这小兔子一冲过来，也，他还害怕了。妈，你不是喊，你就在从要白相的呀。你我送过来，我让他，一个人个。任何能找到的人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。你是呼吸一个，我过来了我就让开。有些事情他们还没告诉你。于是我非常我理想也是有个么子两只么子也都养了，没有钱，那这倒是有钱的。哎，老板，像马云一样不想的。那小兔子倒也不晓得了，小狗一个，小狗一到一个有点意思。经常远途或登山，正好黑白配。路灯好和简直无法把这两者联系起来。四年过去了。可能要不相信，最有劲，你又不去上一个投资，对吧？因为哎呀也挑不挑嘛，哎，反正哎，有这么想的。好了。